我们的鸭宝有新玩具小木马了哟。2024年下半年悄然来到，7月5日，周五又到每周与鸭鸭相见的日子。我们惊喜地发现，鸭鸭有新玩具了，是与萌兰同款的小木马哟。今天我们看到可爱的鸭鸭，不仅咔咔炫笋，还手脚麻利地耍了一会儿金箍棒哟。来看看鸭鸭抡大笋，可溜了。吃完笋笋，鸭鸭起身，看看我的小木马。不行，得爬到木架上看个清楚。鸭鸭于是一个箭步登上木架。多么希望看到鸭鸭也和萌兰一样，高兴地骑上心爱的小木马呀！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吃饱玩好，鸭鸭美美地打个盹，毛皮大衣在阳光下油光水滑，闪闪发亮。鸭鸭睡着也好像在微笑呢，炸毛大朵朵，可爱小舌头，胖鸭鸭敦敦实实，漂亮可爱又温暖，真好。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。